过十五块，店里面的妈妈三餐饭就三短，叫清早五十老板天天杀上山，心里是空顶却正常都金融到道
很嗨耶。让我看到你的粉色海洋。
看满了官方黄河的美容人，曾经把自己停留在选手的名称，我早是心里谁的眼光开始被人在手中绽放了夜明的时光，我平常是最后一口眼泪的家乡，回想回想这一次是安静的真正毕竟在太故事
带走。曾经印在梦纸上你的承诺，是否还在隐隐作痛？转身要走，
知道我有多想来这边演唱会了吗？哇，来这边唱歌真的不容易耶，所以我要多唱几首好不好？来一个我觉得老歌迷会喜欢的，心里的下一块阴影。
大家带来这首歌，名字叫做《微光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就被原谅，因为渺小的。
今天多加一首《东风破》送给你们。前面的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来一首我的新歌《红颜如霜》，双手举起来，好吗？好，左边的朋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合唱你都会唱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我写给别人的歌，你们也会唱吗？好，那我先问一下，今天来看演唱会的老粉在哪里？哇，这么多的老粉丝啊，有没有很多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听我的歌，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听的举手一下啊。真的吗？确定吗？不是开玩笑吧？那有没有是从中间才加入的？有没有？哦，很诚实，很诚实。马来西亚的朋友，你们很诚实啊、哦！如果我刚刚看到那个很年轻的朋友说从第一张专辑就听的，哇，那个应该不太可能。那可能是在肚子里的时候，有没有在妈妈肚子里面？你们做这个胎教嘛？胎教就在放你们的歌了嘛？已经是妈妈的举手，代表说现在还在给你的小孩听我的歌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请问一下，小时候听我的歌长大的？这个答案我不知道喜不喜欢啊，感觉好像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啊。那我们今天再回到更久以前啊，回到过去啊。不要紧张，我只是讲到回到过去，不是要唱这首歌啊。回到更早，我写给其他的歌手的歌曲，看看你们是否都会跟着大合唱来哦。这个前奏听得出来，写给一个女歌手。我知道伤心的
的巷子里，做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和你哭泣的雨，我在意为什么怎么不好好的说，也要想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
来西亚多，当然要多唱几首歌，对不对？要来到这个场地唱歌不容易耶，要看到你们真的是不容易耶，对不对？不然很容易可能就被人家取消演唱会了，不然可能就被哦延期，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了。那老实说，你们到底想不想参加我的演唱会吗？我当然知道很多人也喜欢看足球啊，我自己也很喜欢看足球。还是我下次练一个边踢足球边唱歌。啊，算了好了算了，因为我是打篮球，啊，我是打篮球。这一次呢，你猜猜看，我要多唱几首歌。是我的铁粉都知道，我的个性呢是很直接的。在以前呢，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如果有球迷说，还我演唱会，还我演唱会的场地，我一定说怎么可能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长大了，现在已经有小人了，你们要看足球的话，我说哎好啊，我配合你们来看足球好了。但是呢，你们足球应该已经踢完了吧，哈，踢完了对不对？那我就继续多唱几首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想要说一句话，让我唱到爽为止。带来这首说好的幸福，想起很喧哗的爱歌，甜蜜散落的情绪，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，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，假装没事了，时间过了，走了，爱情面临选择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说了，心了，不懂了，说了，爱淡了，忘了，爱情如果
有觉得我老了吗？有觉得我的嗓子怪怪的吗？来吧。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别怕，就把感情去往前走。
聊天吗？哇，其实呢，一直觉得说，歌迷的留言呢，歌迷留言有时候我会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想要看看，哎，你们听完演唱会，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那大家都有我的 IG 吗？会不会因为这次的这个足球的事情，我都知道我的 IG 哈？那我的 IG 先讲好啊，只能留言要留好嘛，因为我是一个正能量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只要有人留一些不好的，我可能从那边进去之后就怎么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有一些好的意见，我就想要把它贴进去。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哈，这个场地的音响有问题吗？所以我的声音清楚吗？清楚。哎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们再多唱几首。好。等一下，这样。保险起见，我在唱歌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些人演唱会是不能录影、不能拍照的。我开放让大家可以拍。如果有唱不好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艾特我一下，艾特我。我自己回去要检讨，但是呢，我多唱这么多首歌，是不是只有给马来西亚的朋友呢？我会不会把明年或后年的这个曲目都唱掉了？然后你们就觉得，哎，我还是看球赛好了。所以如果之后再回来办演唱会，你们还会来吗？哦，不要骗人哦。如果你们骗人的话，我可能会哭哦，所以带来这首《说好不哭》。
了吧？还不回家？我想要跟我的歌迷对话一下，哇，因为这个环节呢也是突然增加出来的，但是呢我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，我希望你们是很随性的，很轻松。想要点歌吗？想。有没有哪一个最热情的人？最热情的哇，看起来都很热情。男生还是女生？这个一直在跳的这位，跳得很开心这位。Yeah.
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伟伦。伟伦啊，今年多大？林俊杰的林，伟大的伟，周杰伦的伦。哦，那你应该很会唱歌哦，因为前面有林俊杰的林，那你应该是行走的 CD 是不是？代表是吧？要不然，那不然来一个林俊杰的歌吗？好、哦、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来一个你最熟悉的歌曲。菊花台。菊花台。哎，我猜不到你会点菊花台。菊花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菊花台。你要唱一整遍，很长很长，要不要？我他们陪我一起唱。好、哦，来喽！我先走，我先走。谢谢你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。这句话就没关，就不用说了。想要点什么歌？七里香。哦。我先告诉你一下哈，通常七里香唱完，我就会从那边。那我可以换，我可以换。啊，可以换的，好，那换哪一首？浪漫手机。浪漫手机。你忘了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这首歌吗？有啊。老师，你弹一下吧。我先来。你先好，你先。大家一起来，起来啦！我就是写不下对你的喜欢。原来爱会慢。
孤单一点啊，我们唱比较开心的，来喽，老师来一下。老师有印象吗？有就来一点音乐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我会。你在彷徨，久久的等，时间在帮我感伤，寂寞下手毫无分寸。
开心，可以唱这么多歌曲，然后跟你们有了点歌的环节。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再回来开演唱会，好不好？来个最后的大合唱吧。开车，谁家的朋友都要小心哦！大家再见。